从山上回来的路上，发现了松鸦开饭在这里玩。我们过去看一下它在干嘛。现在太阳已经快落山了，马上就要天黑了。这样，在这儿，看到它刚在这儿飞了一下。开饭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摸摸，不让我摸，跑了。今天身上没有揣食物，它好现实，竟然都不要我摸它。趁着现在太阳还没落山，我们回去装点虫子过来给它吃。我拿着瓶子过来了，看一下它还在这里吗？哎，还在这儿，这样一直在这儿等着，还没走开。来开饭，哇，有吃的马上就来了，有吃的就是不一样。刚刚没拿吃的，我手一伸，它直接跑开了。现在天黑了，让它吃饱。这一顿吃饱了，他晚上该找地方睡觉了。这还有，都给你吃了啊。好了，没有了，都被你吃完了。好，摸一下。现在摸一下，吃了东西就让摸，不吃东西坚决不让摸。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，马上就要天黑了，我准备回去了。它还在这个树上。好的，我要回去了，再见了。